Hobby Game。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今个星期的玩具开箱就是这盒 Woodsmail 黏土人系列的最佳配件 Right Armor Rabbit。Rabbit 是这个装甲的名字，而它是来自 Capcom 的动作游戏 Rockman X 系列的。而第一次登场其实就是 Rockman X2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外盒非常之大，感觉就好像圣智卡比的 robot 一样。Right Armor 呢，其实呢它是协助采矿用的一个机械。平时放置它的时候呢，机身呢就会向前倾的，方便呢驾驶者进入。在游戏里面你都会见到它同样是用这个姿态被放置在关卡里面的。不过呢你就未必见到它这么多精彩的细节了。现在有黏土人推出了之后就可以慢慢欣赏，而且还会见到它的驾驶舱的控制板，不过就比较简陋。如果你是有买黏土人的 Rockman X 呢，就可以将它摆上去了，呈现翻在游戏里面驾驶 Right Armor 的状态。而这套 Armor 最令人深刻印象的就是两只手的四门特刺，威力都非常之劲的。其实这个 Right Armor 已经不是第一次推出商品的了，早前已经出了食玩，而很久之前的旧 Bandai 模型也都出现过，有机会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。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Hobby Game， 订阅我们的频道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， 又或者来我们的网站看看游乐资讯，下星期再见。